呢个千秋是一个应用电磁学的小玩意。千秋的底部放了两块磁铁，而它的座椅就是一个由漆皮铜线制成的线圈，两端分别绑住两条铜线。而当千秋静止不动的时候，两条铜线就会垫住两块铜片。这两块铜片就分别绑住电源的正负两极。当电源开启之后，看看有什么事情发生。你能不能够解释这个小玩意的运作原理呢？